到 SG 新闻空间站，今天是4月22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领航员 Rita。今天我们将会把目光锁定在北美，让我们一起看看发生了哪些热点事件吧。首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将实施为期30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航班禁飞令。本站星际观察员 Stark 发回的消息，加拿大运输部长奥马尔·阿尔哈布拉在渥太华今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禁止从这些国家直航的禁令将于今晚11:30时生效。此外，阿尔哈布拉表示，从印度或巴基斯坦出发但通过第三国抵达加拿大的航班旅客，依旧需要在最终抵达地新冠检测呈现阴性才能入境加拿大。据称，这项禁令是在反对党党领们和各省官员的施压下促成的。就在昨天，特鲁多在接受 Global News 的采访时说，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增加边境检测措施，但不会阻止从印度飞往加拿大的航班。同时他表示，社区传播仍然是变种病毒扩散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国际旅行。今天保守党党领奥图再次向联邦政府施压，要求其暂停从某些国家起飞的航班，以遏制变种病毒的传播。魁北克省长莱戈特说，他与阿尔伯塔、BC 省和安省省长联名写信给总理特鲁多，要求在国际旅行方面采取更多措施。联邦政府方面承认，在过去2周内有35架从印度起飞的航班抵达加拿大，每个航班都至少发现有一例新冠病毒。BC 省疾病控制中心证实，截至4月4日，他们已发现39例 B.1.617 印度变种病毒感染者。昨天，魁北克省公共卫生部门称，毛里西魁北克省中心地区也报告了首例 B.1.617 双突变印度变种病毒病例。福特为安大略省5段加强公共卫生措施道歉。本站星际观察员 Stark 发回的消息，据 CBC 报道，在没有得到卫生专家建议的情况下，安省省长福特和他的一些内阁高级部长在上周5宣布，该省将关闭公园等活动场所，并赋予警方执法的权利以及其他额外的措施，以遏制第三波疫情。公众迅速地对这些措施表示强烈的抗议，以至于政府在宣布后的几天内就改变了这些措施的方向。对此，安省省长福特向安省民众表示真诚的道歉。福特说，安省正试图限制流动性，但我们的行动过于仓促，有些措施做得太过火了。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福特在谈这次新冠大流行以及它对企业、医护人员和家庭的影响时一度哽咽。安省今日报告新增3682例新冠病例和40例相关的死亡病例，ICU 的总入院人数超过了800人。今天是世界地球日，我们关注一下2条来自国际气候峰会的新闻。特鲁多承诺到2030年将减排40%至45%。本站星际观察员星辰发回的消息，在美国总统拜登召开的国际气候峰会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承诺，加拿大将在未来10年内大力抑制温室气体排放量，其目标是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40%至45%，比特鲁多政府此前承诺的30%有大幅度的提高，但远没有其亲密盟友雄心勃勃。其拜登承诺到2030年将美国的排放量削减50%至52%。特鲁多表示，目前抗击新冠病毒仍是首要任务，但科学界认为气候变化已涉及到生存威胁，所以政府将加大对公共交通和清洁能源的投资，并承诺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厂，到2030年将全国碳价格升至每吨170加元，以此实现一个安全繁荣的净零排放未来。加拿大是一个生产和出口能源的国家，仅能源部门包括发电厂燃煤、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提炼和矿物燃料驱动的运输就占加拿大总排放量的81%。所以 Climate Action Network 的执行主任 Catherine Abreu 表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是在加拿大气候行动方面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拜登表示，现在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性10年。
本站星际观察员星辰发回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在由40位全球领导人组成的虚拟峰会上表示，各国现在正处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性十年，必须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超过1.5摄氏度的世界意味着火灾、洪水、干旱、酷热和飓风将更加猛烈和频繁地摧毁社区，夺走人们的生命和生计。所以这是各国必须做出决定的十年，以避免气候危机的最严重后果。气候问题一直是拜登政府上任头几个月的焦点。除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拜登还在此次会议上承诺，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较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50%至52%。这一大胆的目标满足了气候危机所要求的时机和紧迫性，并使美国在气候雄心方面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国也做出了新的承诺。加拿大承诺到2030年将碳排放量限制在40%至45%之间，日本将在2030年比2013年减少46%的排放量，韩国则表示将停止为海外建设燃煤电站提供资金。加拿大法院同意推迟孟晚舟引渡案聆讯。BC 省高等法院于昨日下午同意把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的引渡案聆讯推迟3个月。这个要求是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团队提出的，理由是需要时间来研究香港汇丰银行最近同意交出的文件，他们希望可以从中找出用来推翻引渡案的关键证据。主审法官霍姆斯没有给出批准休庭的理由，但是表示稍后将以书面形式作出解释。引渡案聆讯原定在5月中旬进入最后的阶段，但是上个星期孟晚舟的香港律师团队和汇丰银行就相关文件的披露达成协议，香港高院批准了这项协议，这意味着汇丰将向华为提供可能多达数千页的文件。孟晚舟的加拿大律师团队说，法庭应该给他们阅读这些文件的时间。加拿大检控方的律师反对推迟聆讯，并指责孟晚舟的律师团队跑遍全球去挖取通常引渡案聆讯的被告得不到的文件。以上就是本次旅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今天的乘坐，这里是 SG 新闻空间站，我们明天见。